小飞哥，想问一下，这次来台湾是要做什么事情？师姐聊了。明姐，明姐，大家辛苦了，那天是我特意没有去地库试下车。你等这么久，真的跟大家辛苦了。我觉得还挺好的，回到台湾跟回到家一样，回到台北回到家一样。小飞哥，想问一下，这次来台湾是要做什么事情？有跟 S 姐见过面了吗？是要处理什么事情吗？小飞哥，聊一下吗？明天早上会跟我们聊。真的吗？你们都辛苦了一天了。真的。对啊，我们等你很久了。我们在这边，差点在这边订房。没有要回，哎，你辛苦了。不会不会，小飞哥，那你这边会待几天呢？有跟朋友聊过了吗？我先进屋睡觉了。那有跟 S 姐聊了吗？明天什么时候？几点呢？你跟我们讲个时间嘛。我们来等你啊。对啊。没有什么那个特别固定的时间，我觉得大家辛苦了一天。所以我特意没有去地库试下车。你等这么久，然后跟大家辛苦了。我觉得还挺好的，回到台湾跟回到家一样。回到台北回到家一样。看到心情如何？我就看到台北像我回到家一样。S 姐的事情，你要顺便处理上诉吗？小妹姐会待几天呢？小妹姐回家睡觉啊。谢谢小妹哥，谢谢。